为了传扬鹿港观光甲美食，国内游客来鹿港体验特有的民俗文化。鹿港镇长柯志宏特别加码举办暖冬游鹿港抽奖送乌鱼子的活动，只要一月份在鹿港使用暖冬计划补助住宿的游客，都有机会参加鹿港镇公所的抽奖活动，将会抽出十位的幸运者，每一个人送一份浙江鹿港的乌鱼子，希望来佚佗的人会当借由乌鱼子特有的风味，对鹿港留下深刻印象。为了推广鹿港的观光，而且营销鹿港的特产，鹿港镇公所特别配合暖冬计划，举办暖冬游鹿港抽奖送乌鱼子的活动，借此来鼓励民众踊跃来鹿港佚佗，感受鹿港小镇的魅力。乌鱼子吼是咱鹿港足大的特色，尤其乌鱼来到鹿港，伊取出的这卵是伫咱鹿港拄啊上成熟度拄啊上拄啊好，啊来做这乌鱼子会当讲这口感做出来是上干吼，爱美嘛，会上美。美味的这个风味，哇，达到哈，它的口感是最好的。啊，乌鱼对咱鹿港是安真正重要。乌鱼哎，当讲是鹿港的一个特色。啊，大家安尼，鹿港人对这乌鱼吼，真正是较注重。啊，有这次啊，为着这暖冬扩大计划啊，咱来配合这个活动，啊，来做这安尼，会当讲旅宿业者也好，啊，咱公所也好，吼，拢有一个这活动。啊，针对旅宿业者吼，有一个优惠。啊，咱公所吼，嘛要来做吼，会当讲甲跩旅客。啊，来到鹿港来参加这個活动了啊，有这些名单，然后我们做抽十份，吼、哦，啊，要来送我这些旅客，会当讲伊来到鹿港旅游，啊，会当讲食到些乌鱼子，啊，会当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公所表示，将邀请鹿港镇的旅社业者提供参加暖冬计划，一月伫鹿港旅社过暝，以及完成向政府申请补助的游客名单，二月中旬进行摸彩送乌鱼子活动。新中华新闻蔡中青鹿港采访报道。